Google 这个，你就找一个 Google， 你打一个还没打完哦，就它的浏览器名称叫 Chrome 哦。如果你背不起来的话，你就打一个 GOO 哦，它底下就可以用选的。然后后面的话空一格哦，空一格之后的话，自动它会秀出什么？免安装，它的名称哦，英文名称叫 Portable。那中文名称你可以叫可惜版，或者叫免安装，哦，或者什么，其实很多软体都有免安装版本的，那你可以找一下，它的好处是说将来不需要安装就可以使用了。那这边就可以找到，我是找那个有个叫阿荣的哈，那个他放蛮多的那些可惜的版本哦，阿荣福利位什么的哈。那你们可以点，那我是找那个16的版本，这边都15啊，16在这个，那就直接下载下来，下载下来就不需要安装哦。那如果说呢，你们找比较不好找的话，到时候我会再分享啊，看就是分享在网络上面给你们去 download 或怎么样哦。那这第一个哈，哦，这个也有啊，哦，对，这个就是你可以找到在这边第三，下载里面的第四个吧哈，哦，就是有一个16的这个哈。哦它，我是从这边去下载，哦，它这个点进来的话呢，哦，它就会出现一个国旗，那这个叫阿龙福利位哦，他这个人也蛮特别的，他其实哦，刚开始他也只是分享软体，就分享到最后呢，他因为这样子哦，就变成他的一个主业了，本来是副业变成主业，那他的主业是怎么样呢？分享软体，然后呢放了很多广告在上面。利用这些广告来赚钱，有没有？你会发现它很多广告啊，但是广告又不会说很影响到，那它的变成它的主业呢，它就靠这个来赚钱，这也是一个行业啊，哦。那里面的话，你可以看到底下要下载的话，它这边有一些相关连结，下载连结啊，哦，什么稳定版、开发版啊，哦，那你可以自行去点选哦，把它下载下来哦。那这里的话，你们可以先试试看啊，哦，找找看，这个关键字就是。到 Google 底下 GOO 哦 G O， 然后它的那个浏览器名称叫做 Chrome C H R O M E， 然后后面的话呢一个免安装哦，我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哦。